啊，前方又有刘冠辰能够完成终结，啊，山西队进攻就来了。哇！哇！啊！天哪！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不是我感觉那个位置啊，可能不太够，然后在空中又有了一个腾空，这是我的幻觉吗？二段跳，我已经等不及想看这个慢动作啊！这如果有回放的话，那就太棒了。我刚才我看到了什么？天哪！威利沃伦，这个啊，这应该是顶着弧形球啊，这也是社会人啊，啊，就是说我要在你最好的内线面前，我要扣你最好的内线，看啊。起来我觉得有点远，但空中还有个腾空，哇，强大的腰腹力量。嗯，